我今日信息咧就係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其實我係用詩篇十六篇。詩篇十六篇係一張非常美好嘅一篇詩篇嚟嘅，係非常之美好嘅。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因為有好多人咧追求世界上嘅好處啊，即係譬如得到錢啊、得到財富啊、得到幫助啊、得到人垂青啊，即係有啲有錢佬睇起你，哇，就覺得好似咩都有曬。但其實咧，有時人依靠呢啲人啊或者財物咧，反而係對佢嚟講唔係一件好嘅事嚟嘅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學到一樣嘢，就係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。嗱，我哋一齊讀下詩篇十六篇第一節開始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對耶和華說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悅的。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受苦必加增。他們所轎定的血，我不獻上。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用誠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。我的產業實在美好，我的稱重那指教我的耶和華。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為你必不叫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这篇詩篇是一篇非常好的詩篇，是我很喜歡的一篇詩篇。今次我是會跟這個經文的，我通常是主題式，但我今次也有一個主題，就是我好處不在你以外。但我是會主要今次是跟這個經文的。 我首先會介紹了，先簡單介紹，因為我一會兒還會再講的。咁啊，簡單介紹先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即係當我投靠你嘅時候，神一定保佑祝福嘅。聖經講咗嘅。咁我嘅心對我話：你曾對我嘅心對耶和華話：你係我嘅主，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。咁呢個咧，真係我成日覺得嘅。我哋有嘅乜嘢，無論我嘅財富、我哋嘅才能、我哋嘅恩賜、我哋一切嘅有嘅嘢，其實都係神俾我哋。我哋有嘅健康，好似我咁。66歲仍然咧唔使戴老花眼嘅，呢個係神俾我嘅。咁我都好希望好似我細弱120歲都眼睛唔分花喎。真係咧，佢好特別嘅呢個神特別嘅恩典，神都俾我好特別恩典，即係我都未見過一個人咧，好似我咁係呢個年齡係唔使戴老花咁。呢個咧就係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，神係會將各樣嘅好處俾我哋嘅。希望大家深信神嘅裏面有好多嘅好處，好多嘅恩典。行世神的路是早，很多人就不是這樣的，諗住我信耶穌得永生，不過呢我在世界都要拿一些東西。其實我們不是在世界上我們不做事，我們一樣做事，我一樣盡力，我做什麼事我都盡力的，但我知道是神掌管一切。啊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放下這個東西，我用這個，對不起，我吃了這個。即是有時呢，我們覺得是我們去找回來，其實神會找給我們的，神會開路的。譬如在我開始這個教會之前，那個月是很神奇的，神的印證 很奇妙。那有什麼發生呢？就是當時我們有幾個人一起在祈禱，或者一個人做釋放祈禱，接著就電話響了，有個人就說：你是不是開教會？我說是啊。他說神告訴我 你開教會叫我奉獻一筆數目，都挺大的，那個數目是我們有史以來奉獻最大的一筆數目來的。那呢就他就說三月之前我來到你那裡，你為我祈禱一兩次，我不記得他即一兩次了。他就說神已經告訴我叫我奉獻支持你的侍奉。我就說即其實根本完全不是我講任何東西的。然後他就說其實有三個牧師幫我，一個他本堂的牧師，另一個就是他參加一個聚會的牧師，第三個就是我是幫得最少的。但是神就感動他，叫他奉獻支持我的侍奉。咁然後咧，佢又一路即係擔心懷疑，佢就冇做啊。但係到嗰日，佢朝頭早醒咗，4點醒咗喎，佢就有收到神嘅信息，你要去奉獻支持牧師。咁佢打電話俾我，佢打電話俾我嘅時候，咁佢問我你係咪開教會？我話係。之後我初頭都係做侍奉訓練課程，咁我係。咁佢又話咧，神叫我奉獻一個數目俾你。
咁咧呢個我真係覺得咧就係、是，即係呢都唔係我攞翻嚟，咁我冇同佢講噶嘛，係佢自己神感動佢嘅，就話原來我哋每一個人行神嘅路，只要你真心行曬神嘅路，唔好咧行神嘅路嗰時候又想自己俾人稱讚啊，我要叻過人啊，我要特別好過人啊，或者我話得到多啲益處啊，嗱，其實我侍奉咧，我全部都係義務，因為神俾我有供應，我就感謝神，我就白白去做。但係咧，我唔係白白過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會收好多好處喎，神會俾我好多，但我又唔係計較嗰啲，我只係個心就話，我想祝福人，我有幾多我就祝福人。咁嘅時候咧，反而神嘅好處咧就一路加俾我，亦都好多啲印證咧，對我嚟講係好大嘅鼓勵同安慰。因為神嘅稱讚係最好嘅，係咪啊？神嘅稱讚係最好，你想有神嘅稱讚？當你行曬神嘅路，你真心行神嘅路，就算你做唔得夠好，你只要話神啊，我做得唔夠好，求你赦免我，你幫我更加愛你、親近你、遵從你，神就一定喜悅嘅。神係容易討佢喜悅嘅，因為佢話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，神都會記念。當你親近佢，佢又歡喜，你悔改又成個天堂都會歡喜。所以咧，任何我哋真心想為神做嘅，神都一定喜悅，神一定做工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成日記實，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一齊講，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。好啦，呢個講到神嘅聖名係好美善。嗱，當然基督徒都有啲唔好嘅，不過每一個基督徒如果真心信主，一定有一啲好嘅地方。咁我哋睇好嘅地方，我哋會好開心嘅。咁總有啲唔好嘅，咁嗰啲唔好嘅，我哋求主幫助佢，亦都或者有機會我哋可以引導佢點樣去處理。但係佢總有好嘅，我哋就歡喜快樂，感謝神，因為咧基督徒總有佢好嘅地方嘅。咁而咧嗰啲唔跟從神嘅人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咧，其實佢哋好慘嘅。咁呢個神可以係乜嘢咧？別神可以係錢啦，可以係佢事業啦，可以佢成功啦，甚至家庭喎。有啲人淨係掛住家庭嘅時候咧，都係用嗰樣嘢代替咗神嘅，佢哋嘅受苦就會加增嘅。咁咧，佢哋所轎奠嘅血，佢哋所獻嘅祭物，我唔會獻上，嘴唇亦都唔會提別神嘅名號。所以曾經有人問我，佢話第一問我佛嗰啲得唔得？我梗係唔得啦。觀音得唔得？唔得啦，唔使逐樣問噶。跟住尖峰得唔得？水晶得唔得？又問我睇先，最後一樣咩咧？總之咧，樣樣嘢佢都喺世界上想得到啲嘅幫助。我話其實呢啲全部，當你依靠唔係神，而依靠任何嘢嘅時候，都係唔得嘅。就算我哋依靠自己都唔啱喎。我哋話神俾我力量，我係靠神，但我去做，但我唔係靠自己。我靠自己去做嘅時候，一定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嘅。好啦，跟住第五節，又話是我啲產業喎。嗱，我哋個個人咧都有一啲產業。你話我冇間屋喎，咁你有銀行户口啊？你都唔係一蚊嘅啫，你個銀行户口唔係一蚊，係咪？一蚊都有你嘅產業啦，係咪？但係佢都話，但係話唔係我嘅產業，唔係我嘅錢啊。其實佢哇，佢積聚咗好多錢嚟到建聖殿。呢個唔係我產業，我產業係神，因為神就有一切，我有神就有一切。我有呢一切未必有神喎，但我有神一定有一切。佢係我杯中嘅份，我所領受嘅一份，即係好似大家分。但係咧，我呢個杯中所得到嘅係最好嘅，因為神俾我嘅，我所得的為你為我持守啦。呢樣嘢好特別喎，就係話咩咧？我想問下大家，你有邊一樣嘢你可以冇咗而唔緊要嘅？你嘅頭髮咧，嗱呢個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噶啦，即係唔死得嘅。你嘅頭髮冇咗緊唔緊要咧？你啲眉毛冇咗好唔好啊？都唔係咁好啊！如果身體任何嘅內臟咩一切都唔係咁容易啊，係咪？更加困難啦，或者你嘅財富、你嘅才能啊，忽然間你本來你識得彈琴，忽然間唔識得彈琴，即係任何一樣嘢，我哋有而失去，其實都係好慘嘅。咁呢度話咩咧？神啊，係你為我持守，所以我哋一路喺神裏面咧，神就為我持守去祝福我哋。咁我哋就話神啊，我所有係神先能夠持守，因為一間我會講幾個例子喎，就係有啲人以為佢好叻，反而佢乜都失去曬。又因為當時佢哋用繩嚟到量度啦，神量俾佢嘅地界咧，作在佳美之處，佢住嗰個地方係好美好嘅。咁我哋都可以喎，神都會俾將最好嘅俾我。神真係俾我好好啊，即係即使我住嘅地方，我可以攞去打網球，我可以打乒乓波，我可以呼吸新鮮空氣。咁有啲人話：咁我冇咧，咁但係我都試過係好貧窮嘅情況，我都試過去宣教嗰啲地方係好污糟，
但係咧，我喺嗰啲地方我都感謝神，即係總之我去到邊度我都覺得神祝福嘅。我嘅產業實在美好，真係好好嘅。啊，我必稱頌那指教我耶和華，我嘅心腸在夜間有警戒我，就係咧，我一定稱頌佢，佢會提我喎。嗱，呢個都係禮物嚟嘅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犯罪就會俾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嚟到就會偷竊殺害毀壞，佢就會將我啲攞走。當我俾神去指教，神咧教導我嘅時候咧，我嘅心腸就係我嘅心性情喺裏面咧，喺夜晚都會提我有冇犯罪啊，有冇得罪神啊，有冇做一啲唔好嘅嘢，提我。我聽神嘅話咧，我就蒙福啦。咁所以呢個咧都係神好大恩典，就保守我哋不至於失去我哋所有嘅一切啦。然後呢度咧呢兩節我成日都選用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，成日都喺神面前啦，我就不致搖動。咁啊，佢喺我右邊，我就不致搖動。我整個人咧就喺神裏面好平穩安靜。这个、呢個咧，佢係用一個 figurative language 啊，即係神你唔能夠擺喺度噶嘛。但係呢個代表性，神成日擺喺我面前，就係、是、我成日親近佢，佢時同我一齊，我就不致搖動。因此咧，我嘅心就歡喜，我嘅靈就快樂，我肉身安然居住。咁呢、这個呢樣嘢，我喺初信主已經發覺，我一祈禱咧讚美神啊，我就好開心。我好記得深刻印象，當我每一次一攞聖經出嚟睇，我又祈禱咧，我就發覺好大嘅平安同埋輕省嚟到我身上。我真係睇到神好真實，係可以經歷到嘅。咁呢個大衛咧就講到佢將耶和華常擺在面前，咁佢嘅心就歡喜，佢嘅靈快樂，同埋肉身都安然居住喎。咁當我經歷聖靈之後，1998年布道家為我按手，好大嘅能力，好似電流，即時好大嘅愛充滿我。咁我之後咧，我就哇咁好噶，真係即時我就話神咁好，我就要保持。我喺個聚會不斷嘅禱告，我喺途中亦都不斷禱告，想保持神嘅同在。然後我翻屋企學到用嘅心靈祈禱咧，我就發覺日日都可以有平安有喜樂，係咪？後來咧甚至有喜樂嘅靈喺裏面咧湧出喜樂出嚟喎，真係可以經歷到呢度所講嘅，我心歡喜，我靈快樂，同埋身體都舒服喎。我一祈禱一講耶穌咧，我成身好似有電流咁嘅，成身咧一種能力經過，我好感謝神，真係咧，我而家講緊已經成身就係咁樣，係好舒服、好平安、好輕鬆嘅。其實好似我咁嘅年齡嘅人，好多人咧係瞓得好少嘅。嗱，雖然我已經唔係好似年輕嗰時咁好啊，即係年輕嗰時真係好多嘅。咁咧，但係咧而家嚟講咧，真係都好唔錯嘅，因為我係可以再瞓翻，真係咧嗰個。瞓得好甜，好好嘅。咁咧呢個係神俾我恩典，以致我能夠恢復體力嘅。咁有時我瞓成8個鐘頭啊，咁啊一時時咧，有時即係6、7、8個鐘頭都有嘅。咁但係咧，總之神俾我有足夠嘅睡眠。咁我譬如有時咧，有啲咩原因啊，食咗啲刺激性嘅嘢，咁我就企喺度祈禱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嗱，你都可以咁做嘅，放鬆嘅，祈禱一段時間，20分鐘至30分鐘到啦。跟住我上翻床咧，就瞓得好好嘅，大家都可以試下咁樣嘅。咁第十節啦，神咧唔會將我嘅靈魂撇在陰間，我唔會落到地獄裡面嘅。你唔會叫你嘅聖者見朽壞。咁呢、这個講到呢個聖者咧，就講到基督嘅。咁咧，彼得都有講到呢、这個經文就係講到基督會復活，就係佢唔會叫佢朽壞。亦都喺我哋身上喎，我哋都成為聖者喎，但係我哋唔係嗰個耶穌基督嗰、那個。佢嗰種神聖，但我哋就成為Saint，英文個聖徒，我哋都係不見朽壞。將來咧，雖然我哋在今世，如果耶穌未翻嚟之前，我哋死咗都會朽壞，但係到耶穌翻嚟咧，我哋就唔再朽壞啦。然後咧，前面嘅路咧，喺呢度講到前面嘅路，我哋有把握嘅。點解咧？因為神有把握，你必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，一條路全部指示我喺你面前有滿足嘅喜樂。在你右手有永遠的福樂，有滿足的喜樂，永永遠遠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。你會不會想是這樣？我希望大家都是想是這樣，因為神才有把握，世上真的不能夠給到我們的。這裡有三點，我在這裡特別，這裡有點脫了在這裡。OK， 好。那呢，有三點我一起讀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，神是我的產業，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。呢個三點就話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，就是我所有好嘢都是神俾我的。神是我的產業，佢是我的一切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領受的一份，然後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，即是我所有的好處在神嗰度嚟。
神是我的產業，由神咧俾咗我嘅，佢會為我持守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用一啲人物去睇啊。大家都聽過，有冇睇過邵氏嘅片啊？有。有冇睇過呢句啊？邵氏出品必屬佳品，唔係先嚇。邵氏出品必屬佳品。咁咧就係佢話佢一定係好好。咁呢個的而且確，邵氏當時嚟講，以香港嗰啲電影咧，真係算係好好嘅。不過呢、這個邵逸夫啦，但有一日佢都要離開世界，同埋咧呢一個邵氏呢個影業咧，1958開始，2011就停咗啦。呢、這個咧就係佢喺淺水灣佢哋嗰個影場啊，即係變咗而家係荒蕪嘅地方。咁咧就啊，不過佢我唔知道後來有冇再起翻屋啦。總之就曾經一度係好即係好重要嘅地方，但係而家咧已經唔再係啦。即係話人希望更好。這次我講到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，就是我們希望好東西，是不是？但是人的好東西其實有多厲害呢？其實他也算很厲害，不過他的厲害都不是永久的。好了，以下我會講幾個人物，其實這些人物我們不會及他出名的，也不會夠他有錢的，但是他們因為敵擋神而藐視神和藐視神，以結果他們是受很大的苦的。咁咧係，其實你睇完個故仔咧，你都覺得哇，原來唔靠神同埋敵擋神嘅後果好嚴重。所以我哋即係先嗰度講到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佢哋嘅受苦必定加增。所以咧，對於人唔依靠神嘅，佢哋嘅受苦一定會加增嘅。咁咧，李小龍咧，其實係真係咧，中外關於功夫咧，即係最出名佢嘅，甚至咧佢嗰啲人都唔識功夫嘅，即係譬如非洲啊嗰啲人都識得李小龍喎。李小龍佢嘅嗱，其實佢係咪全世界最好打嘅人咧？未必係，但係佢某程度上佢所做嘅嘢，佢係令到好多人吸引佢的，而且確佢係功夫練得好好嘅。我識得有個人喎，有一次喎，嗰陣時我喺大學嘅時候，有個人啊，因為咧我哋嗰個房咧有時可以即係學校問我哋，而家有啲人上嚟過夜，你俾唔俾佢喺度過夜？咁我就話俾一個人過夜。咁佢係中國人嚟嘅呢個。咁佢就話俾我聽，佢以前識得李小龍嘅，嗰陣時李小龍已經死咗啦。佢話咧，我細個嗰時同佢一齊，後嚟大咗，有一日見翻佢就切磋下啦。切磋下李小龍一腳踢過去，哇，飛咗成十幾尺啊！咁然後佢又同李小龍講關於耶穌啊。咁李小龍就話：你知我啦，我咁嘅人使乜耶穌啊？咁佢話我唔使耶穌，但係佢忽然間就暴斃。當時我都好驚訝。其實前兩個禮拜，原來我睇翻，我追查翻，因為我曾經喺電視見到佢嘅，即係唯一嘅一次。其實我少睇電視，嗰次我行，我唔記得咗當時行過我都唔記得某個人嘅屋企，因為點樣，我就啱睇到個電視節目，咁啊講乜嘢咧？李小龍就上電視咧，就去澄清啊。佢話因為有一個人就話佢咧用條皮帶要挟佢啊。咁佢咧就上嚟咧就揾邊個咧就係何守信，何守信咧就上網，你上網咧你揾到嘅何守信有一段對話，佢話咧佢咧就想示範俾佢睇，我唔使用皮帶，我唔使用乜嘢，我佢嗰寸勁啊，即係話隻手掂住一樣嘢，跟住一發力，即刻嗰人就要飛咗去噶。咁佢就用何守信示範嗱，我打你嗰時候你千祈唔好喐，即係你唔好頂，佢會打佢個膊頭，你唔好頂，我就一打嗰時咧你就放鬆。但我收牌就得㗎啦，咁佢就話何守信就咁同佢講，但可能呢件事咧引致好，即係對方好嬲，因為佢呢個真係好挑人，即係話對方你話我用皮帶要挟你打你或者要挟啦，咁我根本唔使用呢樣嘢，你諗下兩個人嘅問題上電視去回應喎，幾大件事，咁到底係咪佢嘅死因同呢個關我唔知，但係佢就跟住就。當我行過嗰日，我仲記得喺百德新街行過個新聞嗰個報紙嘅箱，賣報紙嘅箱寫住李小龍暴斃，我直情難以相信啊！即係不可能。而佢咧以為佢自己一定唔會死嘅，所以佢嘅當時嘅影片就係死亡遊戲。點樣知佢自己真係呢個遊戲就令到佢死亡？另外有個巴西嘅總統啊，這個巴西總統咧，佢其實做咗政界好耐嘅。咁誒當時咧，佢就話：如果我得到50萬票，神都唔能夠將我除去呢個總統嘅職位。就佢講呢句説話，點不知佢就喺就任之前一日啊，
就病重，跟住39日之後死咗。呢個咧其實真係我哋好難想像一個人可以咁忽然間死咗，即係正常啊嘛。忽然間可以死，即係話當人要敵擋神嘅時候，話神都唔能夠將我攞走，神就攞咗俾你睇下，即係神係可以做呢樣嘢嘅。大家披頭士有冇聽過啊？披頭四嚇，咁咧披頭四其中一個就係 John Lennon。John Lennon 咧曾經講句説話咩啊？佢話基督教一定會消滅，係肯定嘅。佢話我比耶穌更加出名，哇！因為當時佢真係好出名喎，真係 Beatles 係好出名。但係點不知嗰幾年咧 ，Beatles 就解散了，然後跟住佢1980年咧就俾人開四槍殺死嘅。呢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真係睇得到人以為自己叻嘅，其實真係唔會有好嘅結果。所以我哋真係尊重神，我哋唔好睇小神。神係輕慢不得啊！雖然我成日講神嘅愛，但我希望大家記得神係輕慢不得。一齊講啊！神係輕慢不得，我哋唔可以輕看神，同埋唔好話我靠自己得噶啦。神就話好啦，我俾你靠你自己，睇下你有咩效果嗰陣時候咧。咁嘅時候，我哋能夠承擔到啊？如果神話好啦，你靠自己，我唔幫你啦。我哋承唔承擔到咧？其實我哋任何一樣嘢，神攞走任何一樣嘢，其實呢啲全部一切咧，係神托住喎。聖經話佢托住萬有。咩叫托住萬有咧？喺物理學上，我講講。關於原子啊，嗱，我哋所有嘅物體都係原子造成嘅。原子即係唔係原子筆嗰啲原子，係好細粒、好細粒嘅，細到你眼都睇唔到咁細粒嘅。咁啊，原子有乜嘢？有個核，個核咧就係、是、正子啊，就是、全部帶正電嘅。然後周圍咧就係、是、電子圍住佢轉嘅。但係科學家冇人解釋點解嗰啲正電黐埋一嚿喺個核心嗰度唔會分開，因為佢正正相距嘛，但係嗰啲正電咪相距咯，係咪？但係佢全部黐埋一嚿，點解會咁咧？係冇辦法解釋嘅。咁呢個就係神嘅支持啊，托住萬有，呢、這個世界係托住。就算我哋嘅生命，神都係托住。如果神一收回佢嘅氣，聖經裡面講到神收回佢氣，佢哋就會死亡。所以如果神話好啦，你靠自己，我唔幫你啦。神一收回我哋嘅氣嘅時候，我哋乜嘢都冇。即係任何一樣嘢，佢支撐住你嘅，佢當佢攞走嘅時候，我哋都唔掂噶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同神咁樣講嘢，同神咁講嘢，一定咧真係神就會發怒。咁但係我哋做得唔夠好，我哋求主赦免，神就歡喜喎。但係如果我哋刻意同神講，我靠自己得，神就俾你睇下你靠自己有咩後果。瑪麗蓮夢露，大家呢個好識佢係嘛？即係性感嘅明星，好出名嘅明星。咁啊曾經割陪你向佢傳福音喎，佢話我唔需要耶穌。但係呢件事咧真係好巧合，一個禮拜之後佢就死咗。咁其實佢嘅死都係個謎，不過好多人做咗佢係自殺。其實如果佢真係自殺，亦都有好多記載講到佢係憂鬱嘅。如果佢係憂鬱，當時佢肯聽葛培理講嘅説話，佢可以得醫治，但係佢唔願意。其實佢咩都有嘅，你諗下，佢又夠靚，佢又夠風魔一時，佢做嘅戲，佢一路做落去都會好多人睇嘅。但係咧，佢可以咁早咧就離世啊。鐵達尼號。他的設計者工程師就是 Thomas Andrews， 這句說話未必是他講的，其實不太肯定誰講的，神都不能夠沉這個船。為什麼不能夠呢？因為他那個船呢，即是他們為什麼說不能夠，因為他一撅一撅的，即是他不是一條過，他一格一格一格分開了，所以如果有些部分漏水，他第二個部分仍然有水，仍然有氣，那一船仍然會浮的。但是他不知道，就是他想著前面撞，就算前面撞只是撞爛兩個他那些 compartment 他都不會沉的，但是因為他是旁邊劏開，旁邊劏開了幾個部分，結果他是沉了的，是第一次隻船就沉了。亦都有人講，亦都在新聞那裡有講到這隻船神都沉不到，但是神就沉給他看，第一次就沉給他看。這隻船是人類所做最大的船來的，最大的船，但一船一次過呢就已經沉了。澳洲有個歌星叫 Bon Scott， 其實他很藐視、這動作、就是、給你看看、就是、他的藐視的動作挺恐怖的，還有他跟人一起，你看到他的那些人的化妝、你都知道他是很妖冶的人。他唱什麼歌呢？他說呢 I'm on the highway to hell，我在這個高速公路去地獄。其實呢，我發覺很奇怪，很
好奇怪呢樣嘢，就係咧喺網上，如果你揾 heaven、hell 或者好多嘅名詞啊，聖經用啲名詞都有樂隊嗰個名嘅喎。嗰啲人咧唔知點解中意用啲咁嘅名字，咁佢咧就用地獄。我呢、這個喺呢個高速公路去地獄，點不知咧？1979到1982年2月，好短時間啫喎，佢就因為酒中毒同埋吸毒過多而死嘅。咁咧就即係真係睇得到人以為自己叻，佢有啲人以為我去地獄玩下啫，地獄真係唔係玩嘅。啊，呢、這個人啊 ，Madeline Mary O'Hare， 佢係喺美國嘅無神論協會嘅創辦人啊。咁呢個人咧，佢就即係。他經常覺得沒有神，而且他有很多攻擊的行為。他有什麼攻擊行為呢？他是令到美國公立學校停止祈禱和讀聖經的，因為當時美國學校是有祈禱和有讀聖經，他就敵擋，而且任何的都敵擋，包括下面那個銀紙，你看看一起讀一讀上面那句英文是什麼 In God we trust， 很感謝神，他是嘗試去就是說這件事不合憲法，要美國改咗佢，咁我睇翻咧，而家最新銀紙都係一樣有 In God We Trust， 因為我哋而家最新銀紙美國鈔票都有嗰條金屬啊，嗰佢嗰唔係金屬帶嚟嘅，嗰條係唔同嘅，咁咧都有 In God We Trust， 所以佢搞唔掂呢樣嘢，我感謝神。佢好多嘢都攻擊㗎，譬如咧啊嗰啲太空人啊上到月球咧就喺度讀聖經啊，佢話唔準讀聖經，真係一路上庭法庭去揮，結果佢哋唔能夠喺個月球嗰度讀聖經，即係佢好想講到宣揚神嘅榮耀、神嘅恩典啊！其實美國立國係一個即係好多係基督徒嘅國家嚟嘅，咁咧但係咧結果係會俾呢啲人，其中一個就係佢啊，佢係好大嘅破壞。好啦，但係佢嘅行為咧係好多問題嘅，佢有個仔信咗耶穌啊，你知佢同佢斷絕關係，佢就唔會話係我仔我都同佢保持關係，佢係斷絕關係嘅。同埋咧，佢喺不同場合冒犯人嘅，即係好多咁嘅記錄嘅。同埋佢嘅機構嘅錢咧，係甚至呢個 Newsweek magazine 都話佢係侵吞咗，又喺外國咧有啲嘅户口嘅。咁咧，佢結果係俾佢下屬殺死，其同埋肢解啊。佢係俾人哋肢解，即係其實好似聖經嗰個耶洗別啊，耶洗別敵擋神，佢結果係佢屍體俾狗食咗嘅。咁呢個咧真係即係其實神係冒犯不得嘅。呢度下面咧，佢係被選為乜嘢咧 ？The most hated woman in America， 係美國人最憎嘅女人咧，就係佢嚟嘅，就係佢所做嘅真係好大破壞。我曾經有一次見到個警察，佢話自從美國喺學校裏面唔可以再祈禱之後咧，嗰啲學生曳好多。嗱，呢幾個人係乜嘢咧？點解我特別講呢幾個人？就係佢哋個好處在神以外。佢嘅好處係靠佢自己啊！我哋睇翻呢幾個人，李小龍靠佢嘅功夫，佢以為佢自己好叻。呢個巴西總督佢覺得我有咁多票我就掂噶啦。披頭四佢覺得我哋嘅音樂仲勁過耶穌，佢覺得佢靠自己。馬蓮夢露佢覺得佢嘅做戲啊，佢嘅能力啦，佢唔使靠耶穌。鐵達尼號某人覺得我哋有啲船咁叻。神都唔能夠破壞，而呢個歌星就以為咧去地獄都唔緊要嘅，就好藐視神去唱呢首咁嘅歌，同埋呢個人咧，佢咧就覺得咧無神係自由。喺佢其實你上網睇佢嘅電影咧，有即係有啲介紹，佢有套電影嘅。咁啊，電影嗰個介紹片咧就講到佢入個班房，佢個仔翻學嗰陣時咧，學校仲念主通文，佢入去挑戰嗰個校長啊，唔係嗰個老師，你唔可以。跟住，但係佢就上法庭啦。佢上法庭去一路去啊！呢件事搞到咧美國好大問題。咁即係求主憐憫呢啲人，對呢個世界好大影響。但係我哋如果聽曬神話，就好大嘅恩典同埋力量。但係如果我哋都係覺得我嘅好處，如果我哋心裏面諗啊，嗱好多基督徒係咁嘅，都有幾多個真係話我嘅好處全部喺神嗰度嚟，全部喺神嗰度嚟。就算我有個才幹係神俾我先有才幹㗎咋，我有健康係神俾我㗎。我有眼睛唔使戴老花眼，神俾我，唔係我天生係咁樣嘅。其實我有三次可以盲啊，一次就係我細個嘅時候，我玩嘅時候一撞埋個鉸剪嗰度，撞到我嘅鼻樑。第二次係我打網球嘅時候咧，有一次個波打落個拍，跟住彈咗我眼度。
跟住咧，我係後來我發現點解我眼尾有個紅波喐嘅咧？嗰時我以為屋出邊有人玩電筒啊，冇喎，出邊冇人喎。原來眼個紅波裡面自己有個紅波喺度喐喎，即係發光喎。我就走去驗啊，佢話你可能嗰個視網膜脫落。我哋唔能夠做任何嘢，你就睇下佢有冇脫落啦。你等一下啦，咁我感覺神係冇咗，係完全冇曬。即係呢啲係神嘅恩典。另外一次有支有刺嘅藤一打落我側邊，有冇打到我眼？我感謝神，係神嘅恩典。即係我希望大家成日話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一齊講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我嘅好處全部喺神嗰度領。每一樣嘢都係我哋覺得自己叻嘅地方，唔係我哋叻，係神叻。嗱，人係好中意從神以外得到幫助嘅，譬如靠星座啊、睇長相啊、錢啊、朋友，朋友係一個好多人以為可以得力嘅地方，但係朋友都可以出賣我哋，或者係戀愛，或者覺得幸運啊，哇，幸運星啊，幸運乜乜乜，其實呢啲當我哋靠任何嘅時候，都可以帶嚟問題嘅。經濟同埋職業都可以不穩定。其實嗰陣時嗰啲人幾多人喺呢個金融風暴冇曬錢，嗰啲人其實好有錢喎，有啲。嗰啲屋有啲好有錢喎，變咗負資產喎，明年一間屋變咗負資產都得嘅。箴言23:5，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？因錢財必長翅膀，如鷹向天飛去。你以為你靠錢，神可以叫啲錢飛咗去？神可以一時之間我有健康嘅問題，即時所有嘅錢都冇曬。曾經有一個人講，佢話咧喺美國啊，就算美國總統啊。如果佢患癌症一路咁依賴啊，佢全部嘅錢可以用曬，因為真係可以好貴好貴。咁嘅時候，我哋真係知道，其實我哋靠錢可以一個病乜嘢都冇曬，同埋戀愛、婚姻或者友誼乜嘢都可以破裂。即係我哋以為可以穩陣嘅嘢，其實唔可以穩陣。唯有靠神，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同埋朋友可以出賣對方啊！這個圖咧就係佢一路同佢笑，但係後面有把刀喺度嘅。有冇俾人刉過啊？你哋？有冇俾人話過啊？背後講你啊！嗱，呢啲咧都係呢個世界有咩啊？無親情不解怨，不解怨咩意思啊？就係啲怨恨化解唔到，好説殘言不能自約，性情風暴不愛良善，賣主賣友任意妄為，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。呢、這個世界就係咁嘅，越嚟越多人係咁樣。所以嗱，唔係話你冇朋友喎，而係唔好靠咗朋友。你有時你話朋友介紹工作呢啲可以冇問題，不過意思即係話我有呢個朋友我就唔死得㗎啦，我就冇死㗎啦，佢會幫曬我。其實冇，當我哋咁樣嘅心咁樣諗，神就唔起嘅。當我哋嗱咁係咪話哇？即係有啲人話神好專制喎，乜咁都得㗎，咁都唔好啊。而係個心就話我有嘅朋友都係神俾我嘅，你一齊講，我有嘅朋友都係神俾我嘅，嗰啲朋友對我好都係神俾我嘅。你哋咁好都係神俾我哋嘅，感謝神。好啦，嗱，神好愛我哋，同埋有能力嘅，我哋一齊讀第一行啊。計劃全世界歷程，掌握我們的生命，掌握國際。嗱，神咧，佢計劃全世界歷程都喺佢手中。全世界歷程，我哋喺世界歷程，我哋仲有咩可以走得甩咧？掌握我哋生命，我哋生命成條路都係佢掌握嘅。同埋我哋嘅際遇，我哋遇到乜嘢？都神都掌握曬，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可以靠自己咧？下一行啦，掌握所有資源，知道我們的內心行為，按照我們的行為賞賜，就係話咧，所有資源、所有嘅錢財啊、所有嘅一切嘅人力物力，乜嘢都喺神嘅手中嘅，同埋佢知道我哋嘅內心同埋行為，有按照我哋行為賞賜，所以我哋行曬神個路一定好。但有啲人話：哇，咁咪即係冇樂趣咯？你睇我有冇樂趣啊？其實我好多樂趣嘅喎，我好多樂趣，我打波有樂趣，我同我太太影相去旅行，我唔知幾開心，我影好多相嘅，好靚嘅相，好多好靚嘅雀仔，好多我哋影嗰啲相咧，有一啲我同我太太影咗啲好靚嘅相啊，都係神俾我哋嘅，喺神裏面係要享受嘅，可以享受，但係我唔係追求享受，但係我哋可以有神俾我哋好多樣嘅嘢，感謝天父。嗱，我哋而家睇翻個經文啦。一起再讀下詩篇16:2，我的心啊，你當主的言說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在你以外。我希望你現在說，神啊，
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，就是我們看回我的好處不在，就是神是將恩典傾倒的，神給我們太陽雨水。為什麼全世界有錢啊？是因為有太陽有雨水有泥土有種子，所以有那麼多食物出來，然後有那麼多礦物質在泥土裡面可以發掘出來。所以人類為什麼發展到那麼多科技呢？就是因為這些各方面的礦物質，這麼多的資源，就是神給我們一切的恩典。他又將耶穌給我們，為我們死，有太陽雨水，又給我有教會。其實教會真的很好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在裡面呢，人是比較單純，雖然我們不能擔保每一個都是完全是最好的，但是我們起碼都是單純去侍奉主。我們都希望這裡每一個人都是學習單純的，我自己有一個單純的心，我希望大家都學習單純。還有神給我們食物可以享受的，又有健康的身體，又有動物，有各樣的東西，有這麼漂亮的景色。還有神給我們很多恩賜，這個一隻手拿這麼多東西，即是代表恩賜，還有彈琴各樣的東西，其實什麼都是神給的。即是我們看到你任何見到的東西，這木是神做的，這些金屬是神做的，那些在那些泥土裡面，這些什麼材料都是的。我們的肉呢，我們的肉是哪裡來的？是泥那裡來的。為什麼在泥那裡來的呢？你吃的東西全部在泥那裡來的，是不是？在泥那裡全部有我們需要的營養素，那些營養素就是供應我們的需要的。我們真的感謝神，我們一切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是這樣，所以 我自己很決意完全跟隨耶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我靠自己一定不行，但我靠神，祂一定為我預備，是把握的。這個世界上有沒有把握的東西呢？譬如有些人想做一樣成功，是不是一定成功呢？想生意成功，是不是一定成功？不是一定的。我剛剛那個見證 Pat， 他居然買了7間屋，這麼短時間，他自己都很驚訝。他真的神真的很真實。那我一方面又驚訝神的作為在他身上，也都驚訝神透過他去祝福我們。多謝神，也都祝福肯亞那些小朋友。那我想說我們一切的好處，我希望每天都說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一起讀下第三節，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悅的。我們看到神的聖民就會關心人，還有聖靈的工作在裡面，所以人有美善發出來，會傳福音， 會輔導人各樣的東西。有些人不是的，基督徒有很多不好的，總有不好，不過我們看看他們裡面都有一種倚靠神的心，有一種愛神的心，有一種祝福人的心。即是我們其實在基督徒身上都看到這件事。如果我們看這件事，一定看到好的。律法主義是什麼？人經常看說你不夠乖，即是經常這個正面，這個正面，這個負面，他經常就看到個負面，你負面不夠好，所以就會批判人。但如果我們用正面去看，人有這麼多好的地方，本來他這麼不聽話，他可以完全去改變，他本來這麼多煩惱，他現在可以釋放，他本來沒有愛心，他現在有愛心。我們就感謝神，即是我們看每一個基督徒都說感謝神，你的改變，你中間有很多人很樂意去服侍，我很欣賞你們每一個有這個心去服侍，是神所喜悅的。所以我們其中一個資產呢，就是神的兒女，這個是神給我們的資產。我們能夠有些可信任的朋友，你在外面的人，有時有些會遇到一些好的人，不過你不知道幾時他會善你，不知道幾時他會有些東西出賣你，你不知道的。你有幾多可以靠他呢？可能有一天你一借錢，他立刻的面就另了第二邊了。但是神的兒女真的很多恩典，所以我們其中一個數算就是神給我們有這麼多好的兒女在我們周圍，多謝天父。而我們越祝福人，神也都更加將這個群體更加鞏固，以致我們能夠互相祝福。這個就是我們的祈求。而我的目的是什麼呢？不是我的目的，可能有些人覺得會比較奇怪，我的目的不是只是想我們教會興旺，我的目的是各教會興旺，還有是復興香港和復興全世界的地方，而不是為我利益。我去很多地方我都是義務去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我就是關心神的事，我希望大家都是，我關心神的事，神就會用你，神就會使用你。我講開又講，禮拜二晚就有一個聚會，我在觀塘那裡領，就是有人請我去，這個教會想經歷聖靈和改變的。如果你願意，一會你告訴我，
呢度有冇人想去嘅？有冇有冇禮拜二晚我會去嗰度？係會啊講到神嘅愛，同埋咧為啲人祈禱經歷聖靈嘅。咁你如果想去，你可以話俾我聽。即係我就係想去不同嘅地方，而啲人咧佢會自動揾我，神就感動佢自動揾我，讓我哋能夠機會服侍佢哋。咁我感謝神，神就喺不同嘅人身上做工，我哋能夠做在佢身上係一個恩典嚟嘅。好啦，跟住咧第即先講到呢個聖文啊，咁咧就講到呢個義袍，我哋一齊攞到呢個義袍，因為我哋嘅每一個聖徒咧都有我哋嘅義袍，我哋嘅一個係基督嘅義袍，一個咧就係基督徒所行嘅義，其實一齊嘅合併埋一齊嘅。喺因為基督徒就係有呢個神嘅公義喺我哋身上，亦都有基督徒所行嘅義。我一齊讀啟示錄十九章七節。羔羊分取的時候到了，辛苦也自己預備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。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，就是將來去到天堂呢，辛苦就是講到教會，教會就是基督的辛苦。這個結合不是普通人結合那些有性關係的結合，這個是一個靈類的結合，我們跟基督就會合一，合一很親密的關係，將來有一個婚宴，我們會跟他合一。咁咧，而我哋咧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嘅細麻衣，呢、這個細麻衣就係基督徒所行嘅義。嗱，呢度有一個人叫 Henry Gulliver， 啊，係一個好特別嘅人。咁我呢段時間就聽佢嘅錄音啊，同埋睇佢嘅影片。佢就講到咧，佢有一個同埋有一本書嘅，叫做咧啊，大約係意思就係喺天堂六個鐘頭。點解喺天堂六個鐘頭咧？佢咧就有一次喺個聚會敬拜。他經歷神真的很多很多，有一個很出名的節目就是 It's Supernatural， 就是這個、Sid Roth 的，就問他為什麼你這麼多經歷，他說就是因為我很執著神，我很想親近神，我很想更加經歷神。他呢就在一個聚會裡面，他就在那裡祈禱的時候，神就感動他，就整個趴在那裡。他說我怎樣趴在那裡，我的臂是碰到地下的，這樣趴在那裡。他當我趴到的時候，神就叫我上了天堂，去到這個黃金的街道。他說黃金街道你看到是透明，你好像站下去，你想想透明的，好像我站下去就會走下去，即不是好像硬地，真的好像走下去就會跌下去，但是他不是的。然後當時他就見到一個聖徒，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因為他穿著件袍，所以看不到他是男還是女。然後呢他就說看這個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。然後當他看這個袍的時候，有一樣發生了， 他形容天堂真的很好的，一會他有另外一點呢，這裡就形容聖那個義袍，這個基督徒所行的義。他說這個義袍就向他講話，他在天堂裡面花草樹木都講話，但是那些講話不是用說話，是用意念的。他就發出意念，什麼意念呢？就是講出這個人所做的事，所有為神做的事，然後呢最重要全部都是講到耶穌怎樣改變他，以致他有這些果子。所以越看哇，這個基督徒真的很多好的地方耶穌在他身上彰顯，即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合乎聖經，就是說呢原來我們所行的義將來都會彰顯出來，所有我們為神而做。如果我們就是很單純，神啊，我就愛你，我感謝你，我願意祝福人，我願意關心人，你有這種心，你又去行出來，就會成為你的義袍。這個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，這個義袍其實也都有基督的義在上面，首先有基督的義，然後有基督徒所行的義。他說見到呢真的很被吸引，然後呢那個聖徒呢又行在草地，他說那裡的草和花是漂過世上的，因為呢他是即是最完美的，他一踩落去草度，跟住只腳出翻嚟啦。因為他身上有他所行的義啊，跟住咧嗰啲草咧就讚美神喎，嗰啲草咧全部都讚美神，喺度唱歌。咁咧佢有啲花又有得唱歌，嗰啲草又有得唱歌。咁咧就唱歌嘅時候咧，佢話真係和到不得了。佢話草嘅唱聲又同花嘅唱聲唔同。嗱，呢作為參考啊，即係只俾大家睇得到。即其實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是永存的，是最值得的。譬如我剛才講到奉獻都是永存的，是永遠存留在天上的。好了，我們跟著看第四節，一起讀一下。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受苦必加增，他們所僥定的血我不獻上，
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，就是以別神代替神的，他們的仇苦會加增。這個第一就是不信耶穌的人，他們的仇苦會加增，家庭問題、內心問題、情緒問題、做工問題、人際問題。就算基督徒，有很多基督徒不是一定愛主的，當他不愛主的時候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會有問題。他以別神，靠錢、靠朋友、靠戀愛、靠幸運，其實他都會失敗，或者靠他自己的才能都會帶來很多的問題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，我不要再依靠這些，但我們使用這些神給我的資源，我使用，我珍惜，我有的我珍惜，但我不是依靠，我是依靠創造天地和供應我們的神。跟著下一節了，第五節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。那這句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，我很喜歡的，神是我的產業，是我的一切，即是說我所有的都是神給我的，是我的健康，我的這裡上面有講，即是這麼多樣東西，一起讀一讀下，與神的關係，身體健康、智慧、悔改、救恩、平安、喜樂、今生愛主、靈力、賞賜。我同神的關係是神給我的，我身體是神給我的，健康是神給我的，我有智慧能夠處理事是神給我的，我會悔改會信主得救是神給我的，有平安是神給我平安喜樂，有更新生命改變，有愛主，跟著有屬靈的力量，跟著我侍奉，跟著有賞賜，這些都是神給我的。即是神就會生出這麼多樣的好處出來，祂裡面不斷生出好東西出來。所以我們說神是我的產業，是我一切，我不去依靠世界，我依靠神。但是很多人就覺得神是否可靠呢？第一，我們就說聖經有很多證據、很多預言和科學性和考古學證明祂真是神的說話，還有我們經歷到神，譬如剛才我們祈禱都有很多人經歷神的平安、喜樂、釋放、愛，神那麼真，我們就真的奉耶穌名趕鬼，神是真的那麼真的時候，我們就信了聖經的說話。即既然神有那麼多證據，我可以經歷到的，於是我們信了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，我就全部捉實神和捉實神所有給我的禮物，就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。譬如我感謝神，神給我好的太太，那我求神保守，我一方面我自己努力對他好，回應他，聆聽他，關心他，一起合作，一起的侍奉，我欣賞他所做的一切，這個就是我竭力去保守。但是靠著神，不是靠著我的能力，不是捉實他，你 不放你，我是即其實有些人就會這樣， 我持守我的婚姻，我捉實他，你不要去加入我，捉實他又不是這種，而是給他自由，但我又關心他，我又愛他，信任他。這個就是任何都是一樣，我健康求神保守，我自己都竭力盡量吃健康的東西，盡量可以的時候早睡，盡量放鬆的人，盡量不要擔心，以致我身體能夠健康，能夠有體力。我們的群體我盡量是珍惜和建立每一個人，欣賞每一個人，發揮每一個人，以致我們的群體越來越得力。這個就是珍惜，就是也都求神保守，但我們本身是珍惜的。這個、你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，這個我再講一點，就是一起讀，就是魔鬼會來做什麼呢？盜賊來無非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，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魔鬼來做什麼呢？就是偷竊、殺害、毀壞，他就喜歡偷東西，他去到哪裡就偷、就殺、就毀壞。那他用什麼方法殺害呢？我們有什麼地方讓他有留地步呢？就是罪，我們的驕傲、心硬，我們心硬的時候，魔鬼就即是心硬，我不制，我不制，這個就給了魔鬼留地步。很多人就以為我不開心，我不開心，是我自己，我不想做，我不想什麼，我不想祈禱，他以為這個是我自己，但其實這個就是罪性情，就會造成破壞的。還有情慾，貪戀世上的東西，貪戀男女的關係。我們愛神，神會為我們預備好的婚姻，或者是好的單身都可以，不是一定婚姻的，單身都可以好好的。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，我直接想著是單身的，我是想著拿著個行李四圍去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去宣教，但是神為我預備好的太太 是不是我找回來的，神為我預備的。那我不是用情慾，在 那段時間呢，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後呢，我是一路祈禱，我都很享受的，我不是一定要結婚的，我是因為神的安排，所以我結婚也都發覺是神真的很好的。
就是、或者不親近神、不遵從神，這些傳媒就會被魔鬼偷。你喜不喜歡有人偷入你間屋偷東西？不喜歡，是不是？不過間屋偷東西偷些什麼呢？錢啦，或者有些財物啦。當然他可以在入你屋裡面拿一些很心愛的東西，不過其實個賊入屋其實不是真的偷到很多東西，除非你屋裡真的多到真的很多很多財富，即是多數人家裡不是那麼多錢放在那裡，不是那麼多那麼多財物的嘛。我想說個賊入你的屋偷你一次，不及魔鬼入你的生命偷你一次，是不是？如果魔鬼令到你犯罪，你容許魔鬼引誘你犯罪，你得罪神，那個破壞以後影響你跟人的關係、跟神的關係、跟你內心，那個偷是不是更大啊？所以呢，不要被魔鬼留地步，因為他偷得你更慘啊，他偷你慘過賊佬入你家啊。跟住啦，用城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，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就是每一個人神量度啊，叫做什麼話，就是根據每一個人什麼量度啊，就是度身，度身是啦，度身訂造。咁你度身訂造咩？一齊讀啊！每人總有獨特的恩賜，神獨特的接納，神獨特的幫助，神獨特的供應，神獨特的提升，神獨特的賞賜。就是每一個人有不同嘅恩賜，佢嘅神接納佢啊，神俾佢幫助啊，佢供應啊，提升佢啊，同埋佢嘅賞賜。亦都每個人有佢特質嘅喎，有啲人佢嘅開心啦，有啲人佢嘅穩重啦，佢嘅智慧啦。咁你話呢啲我都唔係好多喎。不要緊，你靠著神你就可以建立的，你就越來越多。其實每一個人你發揮，你在神裡面發揮，你就一定會越來越多的。將來我們上到天堂，見到對方的時候，哇，什麼你現在漂亮這麼漂亮，什麼你現在這麼智慧，什麼你現在這麼好，你說話這麼好的。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盡量接近天堂的你的，當你聽神的話，你現在越來越接近，你就彰顯出神做你的獨特性。神會不會做一個人，這個人是什麼都壞的，什麼都沒用的，又蠢又懶又沒有人喜歡的，是不是這樣的呢？神不會這樣，神一定做我們個個都是有個計劃。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是這樣呢？又蠢又懶又沒有用呢？是因為他浪費了。神一想不想這樣？就是我們由小到大被魔鬼搶慣了。為什麼呢？人家罵人我們又罵人，人家發脾氣我們發脾氣，人家煩惱我們發脾氣煩惱，那就被魔鬼搶了。但如果我們信耶穌，我們跟耶穌就拿回這些東西回來。繼續了，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，我的心腸在夜間有警戒我。就是神會提醒我們，那裡有錢啊，但這個錢是陷阱來的，就是這裡，就是其實魔鬼和人就會用個勾啊吊我們，就用錢啊，用各樣的方法去勾引我們。但是我們稱頌那指教我耶和華，神會跟我們講話，我心腸在夜間有警戒我，就是我們的新性情會提醒我們。大家有沒有聖靈的感動提醒我們的罪啊？個個都有喎，就是我們有沒有回應。有些人就會給藉口啊，不得的，那個人不可以原諒的，那個人要繼續生氣，他這麼壞，要報復他，讓他知道他壞嘛。即是我們會用這些方法，但其實我們越報復自己越受害，這個就是一個引誘來的。所以我是神提醒我，我們就去處理。那我想告訴大家，在我信了耶穌之後，還有甚至我做了牧師之後，我都很多次被魔鬼留地步，我是很後悔的。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就看到神那種關係的美善，還有神那種聖潔的美善，還有看到我走完神的路怎樣可以祝福人，我就決意任何的罪的意念一入我心，即刻我就處理，我就發覺真的可以處理到的，任何的不好的意念，任何污穢的意念可以處理到的，任何的煩惱啊、不開心啊都可以處理到。我就發覺聖靈的聲音更加敏銳，更加多，而我當我處理的時候，神就給我更多的教導。所以我很感謝神，我越來越進入神的教導，越來越被神的帶領，我真的很感激，很多謝神。因為當我們聽他話的時候，他的教導一定是好的。有沒有朋友有時給你竅是不好的，但神給你竅一定好的，神給的竅一定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。然後這要親近神了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，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
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，就是讲到成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我心又欢喜灵快乐，我肉身又安然居住，成个人轻松舒服。好啦，又讲翻呢个 Henry Grover， 佢去天堂见到乜嘢咧？哇，好靓嘅花草，嗰啲花好靓好靓，嗰啲颜色啦，样嘢都好完美。当佢睇嘅时候，佢心就话：哇，真靓！当佢一讲嘅时候，佢唔系口讲啊，心讲。嗰啲树都要拍掌喎，然后咧一拍掌嘅时候咧，嗰啲花即刻就面向神嘅宝座，即刻咧就有光辉由嗰啲花嗰度发出，向住个宝座嗰度去。然后神嘅光咧又临到喎，佢就体会到两样嘢。原来当我哋感谢神嘅时候咧，喺天堂咧佢哋就一齐回应，一齐咧去感谢神，就会欣赏神。然后当我们欣赏神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也都会临到。其实我们今天都是的，是不是神用我们的赞美做祂的居所？我们赞美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谢耶稣，谢耶稣，越来越平安轻省，越来越强烈神的同在。当我们越赞美神，就越有神的同在，越大的祝福。祂在天堂就经历到这件事，还有天堂的合一，就是祂赞这些花，祂心赞这些花，那些树都拍掌，那些草又在唱歌，真的呢，他说好听到不得了，他的心又充满赞美，他一路赞美神，感谢神，神啊，你真的好到不得了。天堂就是一个这么高度的合一，我在地上可不可以尝试是这样？当你见到一个人有好，我们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我们看到圣灵工作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看到有人改变，我们感谢天父。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，这样同心合意，我们一定会兴旺，是不是？神的天国就会兴旺，就预备好耶稣回来。但很多基督徒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奉你的事，你是你的，不关我事，是不是他就得益处呢？不是的，他反而被魔鬼留地步。但如果我们说神的天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关我们的事，我们不是要理他的事，我们是关心他，我们是支持他，跟他合一，这样的时候神就做工。所以我们看得到天堂那种赞美，那种合一，希望我们都追求，可不可以啊？追求这种合一，在这里我们真的追求神的合一，以致我们个个都享受神，又个得力，又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到神的荣耀和神的祝福。亲近神真的好的。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没什么动力，或者我祈祷不得专注。祈祷不得专注怎么样呢？一想到第二件事，立刻想到耶稣，多谢你，多谢耶稣。又想到吃叉烧饭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又想到一会儿几时睡觉，多谢耶稣，耶稣。即总是回到耶稣那里。咁而咧多啲祈禱咧係愛慕神、中意神、感謝神，神你真係好啦，神你有好多嘅恩典，我歡喜你。嗱呢啲咁樣容易喎，甚至你最簡單的祈禱咩？中意神，神啊真係好啊！啱食完嗰啲咁好食就係神你做嘅，感謝天父，感謝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咁樣你咁愛慕咧，你個心就容易有更長嘅祈禱。有啲人話我全部都講曬咯，我為我自己、為我啲仔女、為我屋企人、為我翻工、為我什麼都祈曬了，那還祈什麼呢？當你這樣祈求的時候，你很快講完。但如果當你是一個愛慕神、感激神，你就可以祈禱更長時間，更長的時間神的同在更強。 Henry Grover 他的經歷，有些人覺得沒什麼可能的，他的經歷真的很強。他經歷過什麼呢？他經歷過神將他四點鐘的時候叫醒他，叫他祈禱，他一祈禱即刻就去了另一個地方，而同時有幾個基督徒一起，他們都神要使用他們的禱告，要將神的恩典更大臨在那個地方，即是他會有這樣的經歷。他說他當時是祈禱是穿睡衣，不過去到那裡是穿普通衣服，就不是穿睡衣。他說感謝神不是穿睡衣去到那裡，即是他的經歷是好像聖經有講到這個腓力，他是為個哀頭一拍施洗之後，跟住佢就被接咗去，咁佢都有呢個經歷嘅。其實我喺度想認識佢更多，咁我都考慮好唔好同尼西基金會，因為佢我感謝神，佢同我哋好有聯繫啊。佢好想幫我寫嗰啲書出嚟，咁可能咧我哋合作，可能請呢個人嚟，我希望可以安排到嚇。同埋咧，神咧唔會將我靈魂撇在陰間，唔會將佢嘅聖者建立為就係我哋。耶穌復活，我們都會復活，同埋我們會榮耀，我們有榮耀的身體同基督相似的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榮耀。而一個榮耀不是將來的，不是只是將來，現在都有的。
在神的眼中会看到你的荣耀。曾经有些魔鬼教的人，他们尝试攻击基督徒，他就发觉那些外主基督徒他看到荣光，当他一攻击的时候，反而天使攻击他的，即是原来神会保守我们。属神的人，爱神的人，不只是信耶稣的人，爱神的人，亲近神的人，是有神的荣光成日同我们一起，是很大的恩典的。还有呢，神呢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个我特登用我自己幅相，即是说我们个都可以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哦，感谢耶稣，多谢天父。神呢有一条生命的路越来越高的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提升。在这里我就想提升大家越来越高，还有永远有满足的喜乐，令到我们满足的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行世神的路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就是这么好的。全然的跟从神是最好，你想不想这样？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，我们任何的侍奉不要只是为了自己，是经常都说愿神的旨意成就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，就是事事以神的事为念，我们一定蒙福到永远的。摩西呢120岁怎样？眼目一起读，眼目没有分化，精神没有衰败，即神就可以祝福，原来有神的同在可以这么大的祝福，可以这样的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是骨枯干。当你有神的人就开心，开心呢你就真是良药，但是忧伤呢个后果就是屎骨枯干。先这个经文我们不再读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诗篇16篇大家回去读，真的很漂亮，很美丽的诗篇，求主施恩帮助我们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一起起身祈祷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多谢你，因为你真是美善神，你是最美善的，因为你里面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右手是永远的福乐。我们多谢赞美，我们全心感谢你，我们有你真有福，而且你是一定爱我们，没有人没有东西能够叫我们和你的爱隔绝，你是最容易得到的，就是当我们悔改信靠你，我们就得到你。我们多谢你，求你帮我们深信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又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有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专心仰望你，跟从你，信服你，服侍你，神你一定喜悦。求主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行晒神的路，神的祝福就临在，叫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，我们肉身安然居住，并且呢叫我们呢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，有永远永远的恩典。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荣耀颂赞归给你。主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要想着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世界的东西，我们亲近耶稣，耶稣就会赐给我们，我们想着耶稣给我们，耶稣就会赐给我们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会赐给我们。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，行世神的路是最好的，我们稍微不行世的路就会被魔鬼留地步。神是有加力量给我们，只要我们说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软弱，我需要你给力量，我们神就给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哈利路亚。在我们当中，如果神感动的神啊，我真的愿意，我成日都深信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同埋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喺我右边，我就不致摇动。我时时有神，我就会平安喜乐、满足有力量。你愿意有呢种生命，时时同神连结，并且行喺神嘅路上嘅，请你向神举手，神啊，我愿意，神啊，我愿意。你真系向神讲，你有啲咩要放手嘅？你神啊，帮我放手啦，帮我放手。如果系钱啊、世上嘅挂虑啊、人的问题啊，或者是很想很想得到一个配偶，用自己的方法想得到的，有些什么东西是捉实你的，你说神啊，帮我放手，我的烦恼我放手，我的执着我放手。求主施恩祝福，主耶稣求你回应每一个人的向你的呼求，真的感动我们每一个都将生命给耶稣，感动我们真的行神的路，神一定喜悦，神一定加力量。多谢天父，